有点像机器哦。嘉义附带海边海风真透，那遮阳台这阵较无啊，唔然安尼，那遮阳台啊较像一届我去迄个观音山顶观景啊，你实在是炎天赤日头，暗时只夕阳阁真水，阁过无一点钟安尼，那遮阳台徛袂着地啊啦。哎，马上海边出海口啊！啊，先来加油，半桶加甜，啊，只要分够钱再来加好啦。再看那个是休息站，休息站再来加甜。今仔去的到阿德啊，阿德休息站。行驶700公尺后，左转后寮路。左转后寮路，这个要飞去，这个飞赶快速度哦。寮路，过桥过一条，啊，那才当飞快速度哦。再来当去接迄个，再高速公路。嘉义区农会也表示啊，你看怎样？还是破起来要进门，要坐船的，要套餐嘛是啦。那不讲坐船的所在。行驶200公尺后，左转后寮路，然后保持左侧。啊，这段他们那几个。